早安！我们今天来到一个蛮酷的地方。有多酷？怎么看起来就不一样，跟之前。他们说这边会有一些怪物级的鱼会出现，既惊奇又好玩，还会有人送便当来的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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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帅哥来说几句感言好不好？风和日丽，天气不错，心有戚戚焉，再突然趴下，让龙爷快捡，啪啪啪啪啪。拉！叫你拉！能过去啊！好酷啊，好酷啊！我手都飞起来了。啊，你过关了。哇！哇！可惜，可惜，可惜不是你。啊，好累啊！哇，哇，这很大力耶！哇，好吃哎！你刚刚也是这个赛，哇，我好重的感觉哦！你刚撞一下没中啊？什么嘞？什么嘞？干嘛？好累哦！抓紧了，抓紧。那个拍的那个，长得怎么样？没有出来。他有拍多久？没有。又有了，又有了。蚊子！他妈，你是蚊子哦，龙眼！蚊子！蚊子！蚊子！还没死。啊，要我吗？哇！来来来，你到现在没放高，给他捞起来就好。这是小只啊，这是比较小。哇！但那只大概几斤啊？那只大概2斤多而已。可以。喂，你的线已经到那边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抛直的？它会游走啊。龙眼，这边的特产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绝对不会是鱼，对，就是便当。其实我是来吃便当的。我们大概3点多起来来到这边，其实说真的也将近多久？9个小时，9个小时未进食，难怪我觉得手臂特别酸，鱼也特别不咬我。我吃完之后，相信我，跟大力水手拍拍一样，拍拍啊，拜拜，Let's say hello， 拜拜 ，Yeah， 吃得饱饱的。鱼也吃得饱饱的，回去休息。好，坐坐，公开啊，刚临床的，但很累，好不好？这一次能拉好不好？啊，你用短时间在钓，但我怎么都会中啊？我在跟他讲，啊，慢死，不然就中了。好，有，哇，这只也不小，这样子可以啊。我靠，你这也起来。老实说，我都不懂那个文轩在传什么，因为你们还没感受到。好了，成山。你在把敲蚊子是？他自己敲自己。我也让今天有好戏看，我还钓刺龟好了。膨胀了。他生气了。人家是生气了，生气，把他拉起来。他膨起来了，屯屯。我屯屯在吐水，屯屯在吐水。真的是精疲力尽的，我今天我们钓几个小时啊，5点半开嘛，到现在已经下午3点了吧，没有停。这好像对你是家常便饭吧？文轩，今天成绩如何？很累啊，很累。不过你钓了3只哎，红竿，那我们还有远远的还有一个瘟疫，
段一只大的。对啊，他今天什么十几斤的海狸，对不对？钓鱼有时候运气运气啊，说运气。第二次你在说运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对劲了。第三次在说运气，这个就不对了吧？啊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哦，和我们一起钓鱼吧。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话，请记得寄信到我们信箱。